欢迎收看福音战士每周新闻，以下是本次内容。作为2020年1月17日起开始的第一回爱媛国际电影节的特别活动，将有高桥洋子参加的爵士音乐会，还将上映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两座《死与新生》以及 Air 真心为你。剧场版新干线变形机器人中登场的福音战士合作新干线500 Type Eva 将由海洋堂手办化，商品详细信息目前尚未公布。来自制作角色蛋糕的 Pre-Roll 福音战士的圣诞蛋糕登场，有圣诞老人版本的 Eva 驾驶员五人、使徒吉祥物与初号机、二号机、零号机款式的蛋糕全九种，作为购入特点将附赠与蛋糕相同款式的徽章。以把话语穿在身上为概念的文字首饰 Kotoba 与福音战士的合作项链登场，有 Eva 驾驶员五人五种款式。潮流品牌 ACDC Rag 与福音战士的合作周边商品登场，第一弹有迷幻初号机、竹雨定、凌波与世波、停下、般若心经初号机五种款式的 T 恤、大 T 恤、卫衣、尼龙夹克。来自 Good Smile Company 的 Q 版手办系列粘土人福音战士新剧场版定真寺主勋手办登场，与星座手办展示会 One Hobby Gallery 2019 Autumn 上展示了彩色原型。于秋叶原举行的手办活动 Mega Hobby Expo 2019 Autumn 上，售屋展区中展示了来自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的凌波丽、世波、明日香、兰格雷手办。以及来自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哥特萝莉版总流明日香、兰格雷手办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你们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点一个赞，收藏一下，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